天正十年二月九日，接受了从武田家投诚而来的幕政义昌之后，织田信长决定出征信浓，彻底灭亡武田氏，向诸将领下达了出征命令。此战被称为甲州征伐。甲州征伐是织田信长上洛之后织田军的空前大胜，信长为此进行了整整一个月的庆功和善后。然而此时锐意宣布出征的他一定是没有想到，在这甲州征伐之中也埋下了他和信忠父子二人死于明智光秀之手的祸患。今天我们来聊聊织田德川联军灭武田家的甲州征伐。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记得先点赞订阅哦。这时离武田胜赖在长筱之战中败给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的联军已经过去了三年。在长筱之战中，胜赖失去了许多老将，而且他本来就应该继承周防家，但即使是大势已去的现在，他依然过于执着于武田信玄曾经的巨大成就，这在他的家臣之中引起了裂痕。尽管如此，他当然还是要设法重振武田家。他娶了北条氏康的女儿，以此和北条氏结成同盟，共同对抗强大的织田军。然而仅仅在结成同盟之后一年的天正六年，越后上杉谦信突然去世，上杉景胜和上杉景虎两个养子之间爆发了家督继承战争。本来武田家和北条家共同支持上杉景虎，但是后来武田胜赖被巨额的好处费打动，转而支持上杉景胜，武田家和北条家之间的联盟也随之终结。更糟糕的是，在天正九年三月，家康攻下了对武田家的边防极其重要的高天神城，因此胜赖试图在甲斐国修建真正的战争用山城，也就是新府城，用来取代半城堡的自助旗馆，作为武田家新的行政中心。然而修建新城消耗巨大，胜赖的妹夫幕政义昌对此非常不满。天正十年二月一日，尝试策反幕政义昌多时的远山友忠向信长汇报说，已经成功说服了义昌。信长在得到义昌的弟弟幕政义丰作为人质的条件下，承诺出兵支持幕政义昌发动叛变。义昌的妻子真理姬作为武田胜赖的妹妹，自然对丈夫的行为非常愤怒。他一月底已经迅速将幕政义昌谋反的消息传达给了胜赖，然后带着他的三子幕政义一离开了丈夫藏了起来。二月二日，率领约一万五千人军队的武田胜赖离开了新府城，前往周防上原布阵备战。二月三日，织田信长发出动员，要求德川家康、北条氏政、金生长清等人进攻武田家，同时他亲自与嫡长子织田信忠各率一队主力进攻伊那，生产可和团忠直率领先锋队前往布阵的岩村。武田军在伊那的入口有龙泽在，下条信氏在此处驻扎防守，但是看到实力如此悬殊，他的弟弟下条氏长直接一个下课上驱逐了信氏，然后投降织田军。天正十年二月九日，织田信长对将领们下达了甲州征伐十一条命令，其内容为：第一，这次和我一起出征的是大和国军队，也就是筒井顺庆要来指挥，做好准备，但是要让靠近高野山的军队留下来保护好吉野口。第二，河内连判众负责警戒乌帽子行、高野山和杂贺方向。第三，和泉国众负责警戒济州。第四，山好康长你出阵去四国。第五，石田恒星负责镇守摄津国，让你的两个儿子代替你随我出征。第六，中川清秀随我出征。第七，多田家随我出征。第八，上山城众要做好随时可以出阵的准备。第九，羽柴秀吉负责警备整个中国地区。第十，细川藤孝守好你的丹后国，让你的儿子细川忠心跟着伊色满信一起随我出征。第十一，明智光秀做好出征的协调准备。最后，因为要远征，所以你们都不要带大军，带上精锐小队就行，把军粮准备充足。但是即使是小队，你们也要给我表现出大军的战斗力。就是这些。之后织田信忠在二月十四日抵达岩村，织田信长派遣陇川一义和池尻秀龙会合信忠。在进军的过程中，信州松尾城城主小笠原信林望风而降，于是生产可和团忠直从七龙方向先行进军，然后从秦南市进攻木真峡，再然后从离子野峡发动进攻。之前投降的信林已经加入了进攻行动。对武田胜赖而言，现在他的四处防线都已经燃起战火，大家都明白阵地防守是打不了了。范田城的板西支部和保科正直弃城撤退。二月十六日，由生产可带领的追击部队和武田方的军队在鸟居峡发生了冲突，武田方出现了大量伤亡。从布阵方向赶来了织田长义的军队，于是迅速占领了鸟居峡。在此期间，织田信忠将本阵移至范田。此时武田方的大岛城城主日向忠秀已经完成了城防强化，但是当他看到织田信忠布置进攻阵型时，选择成夜弃城而逃，信忠军进入大岛城。
整个织田军的进兵节奏就是这样，开城投降，追击下一座城，城主弃城而逃，继续追击，开城投降，往复循环。武田军的防线一路后退。确实，在二月初木曾义昌背叛的时候，武田胜赖和众将领的矛盾就已经达到了顶峰。只要有机会，大部分的将领都会选择另求民主，而且这样的不仅是武将们，也包括他们的领民。当生产可等人被命令担任信中的先锋进军至饭田时，前方的农民开始自己放火烧房子，请求被转移到织田家领地。为了新府城的建设，武田胜赖对他们加重了税收，同时还要服徭役，武田领地内的关卡也增加了不少。由于近期胜赖的这些行为，普通民众对武田家的不满迅速积累，一些人主动提出要加入织田军攻打武田家。织田德川联军的灭武田之战，织田军部分的进军就是在这种大顺风的形势下迅速推进。另一个方向，德川军这边，其实武田信玄死后，德川家康就一直在积极进攻武田家。天正三年6月24日，德川军攻下了光明城，8月24日又夺取了周防原城，12月又夺回了二余城。本来长筱之战也是因为德川军攻占了长筱城之后遭到武田军反击，但是长筱之战后，家康确实更加激烈地进攻武田家的城池。天正十年2月3日，织田信长派他的嫡长子织田信忠为总指挥执行甲州征伐的消息传来，家康也接受动员，从骏河出发入侵武田家领地。2月16日，小山城的武田家士兵们得知了织田军攻破松尾城等要地之后，开始悄悄地逃出城去。小山城城将大熊长秀判断，再这样下去继续防守也没有意义，于是撤军回甲斐。德川军轻松占领了这座这几年来打了好几次都未能攻陷的城池。家康乘胜追击，命令大须贺康高和酒井忠次等人向田中城进发，同时他自己在天正十年2月18日出发，从滨松城到达挂川城。此外，三天后的2月21日，家康推进到郡府的同时，他的先锋部队到达了木板，在这里遭遇了守卫池川城的招比赖信治的家臣奥原日向的伏击，德川军惨胜之后通过此处。而这个时候，织田信忠已经占领整个南信浓，快打到新府城了，德川军还在郡河打出惨胜，颇有当年统贯十万大军北伐辽朝的幽默效果。不过说到底也只是小股部队的战斗，只能说德川军的先锋队运气不好，遇上了真给武田家卖命的。之后德川军包围池川城，23日开始全面进攻，招比赖信治寡不敌众，27日投降，29日向德川家康开城。同一时间，德川军的另一支部队在进攻田中城。田中城和小山城一样，是家康在过去的几年数次尝试进攻的城堡，但是一直无法攻破。城主伊田信繁其实是武田家中重要的将领，是二余城的城将，不过天正三年之后，他就一直在这里镇守田中城。在这次的攻防战中，尽管德川军破坏了田中城的正门进入曲轮，并且把180名武田军士兵的首级挂在城下恐吓守军，但是他们依然一直无法彻底破城，一直处于围城战的状态。家康已经多次领教了伊田信繁的守城手腕，不想在这里增加牺牲，便劝降伊田信繁说，如果现在投降的话，德川家将保证伊田家在信浓国的领地安全。3月1日，伊田信繁终于接受条件，开城投降。另一方面，北条家也加入了墙倒众人推的行列。北条氏政在2月28日攻下了从北条家转投武田家的户仓城，这使得三枚桥城和森泽城变成了孤城，最终不战自退。之后织田军的主力在3月2日攻占了高原城，城将仁科胜信自杀殉国。在此期间，3月1日血山美雪带领江尻城投降，以此为跳板，3月4日德川军攻下了浦原城。但其实浦原城以前是北条家的领地，这是在武田信玄灭金川家的战争过程中被武田家夺走的。此时德川和北条基本就是这样，武田家马上就要灭亡了，再不快点占地盘就要被对方抢走了，这样的心情。织田军继续进攻武田家主力。3月3日，武田胜赖放火焚烧了新府城，在他的家臣小山田信茂的建议下，暂时前往信茂的盐殿城。但是最终武田胜赖被小山田信茂背叛，只剩下最后50名随从逃往天目山。3月11日，走投无路的武田胜赖切腹自杀，日本战国的超级豪族武田氏灭亡。3月24日，织田信长对甲州征伐的功臣和盟友庆功，信长给予和尻秀隆、陇川一义和德川家康最大的封赏，并在会上侮辱了明智光秀。4月3日，织田信忠焚烧惠灵寺，甲州征伐的善后工作结束。出自土岐寺的惠灵寺住持快川少喜在惠灵寺中被信忠烧死，俨然已经成为土岐寺大家长的明智光秀当天就收到了这打脸的消息。两个月后同一天，织田信忠在京都妙觉寺中被明智光秀烧死。
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